哦，你很会拉。嘿，大家欢迎回到爱玩卡的频道啊！这支影片有可能是在这里最后一次拍的吧？对吧？之后就要搬家了，不过也有可能剪好以后就已经暑假了。哎，今天是我们新系列，哎，这算新系列吗？为什么到处都在开新系列，然后都没做几集？好啦，这是我有点想做的新系列，就是把夜市看到的东西呢，在宿舍里面做出来，不错吧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，你应该有印象，臭豆腐，不是，从韩国来的炸鱿鱼，年糕，韩国鱼，韩国鱼，好笑啊！就是从韩国来的一个夜市美食啊，对，就是拔丝起司热狗，棒，有吃过吗？拔丝光年，我之前呢去东海夜市吃了一次，哦，真的是超难吃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如果我自己在宿舍做的话，搞不好，哎，不一定，一定做的比他们好吃啊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做吧。嘿，今天的材料非常之简单啊，热狗当然要起司啊，然后再来就是面衣啊。我上网看影片，好像有些会包一层吐司还是什么挖沟的，有的是直接沾粉。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沾粉就好。想吃吗？不想。想啊，我记得又有另外一种做法是直接在热狗上面再多插一根马芝瑞拉条，可是我没有买到那个，我只有买到披萨的螺丝啊，应该也可以啦。好，那现在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先来加热我们的起司啊，让它变成，再把热狗包起来。好 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因为那个起司真的是硬得太快了，冷掉太快了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在锅子上进行我们的，把我们的热狗给包起来好了。夜市都卖这样的耶，我们要不要学的？吃饭就想吃。哦，好爽哦，这里面还有起司哦。对啊，这起司口味，要不要吃一口？不要，你吃一口。好啊。啊，不是不要，冷就好了啦。好，对嘛，这才是正常夜市的大小啊，夜市哪有给那么多的？好啦，直接来包啦。哎，热狗太油了。包不起来，太难缠了吧？好啊，我们的第一支做好啦。哎，我觉得卷的还不错，千辛万苦啊！哎，这真的卷很久哎。那个师傅50秒的东西，我做5分钟才卷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超会卷的哦，你看哦。我还要录吗？可以啊，录啊。为什么这样子嘛，然后拉起来嘛，然后放上去嘛，然后开始卷嘛。20 minutes later， 好，哎，我刚才呢有意外的发现，就是这个起司要先直接丢进水面煮，好像会比较好，哎，就它的颜色会变白，好像那才是真正拿来卷的起司。隔水加热不知道是好像是温度不够，你看一下它变白啦，哦。这个砍西才对吧？哇，那这一只怎么办？直接丢进水里面。1、2、3，哇，对吗？这才对，这个稠度完美啊！啊，快点，要卷了，要卷了，要卷了，掉。好，第二只完成了。虽然长得也没有到特别理想，不过感觉就蛮好吃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拿它去裹粉吧，拜拜。哎，粘。哦。可以炸了吗？好了，那现在来准备一下我的炸锅。我好怕被烫到，拿这个。哦。欸，如果我这样翻面啊，炸出来不会是圆的，它会是有点方的，应该没差哈。哇，晶莹剔透，这个感觉很脆。好，我们先放旁边，我们就等它凉一下，它就是最脆的状态。OK。OK， 我们的千丝起司热狗棒终于做好了。那我觉得，哎，这看起来蛮成功的，感觉就酥酥脆脆的，孔雀香酥脆，赞不绝口了。这一只是原味，
然后这只有点，有一面有点黑黑的，是起司口味。啊，不然先吃这只好了。哎、欸，好香哦！废话。哎、欸，有丝啊！是我技术太差吗？再一次。所以好吃吗？哦，我们粉好像有点小厚。先吃这一只哦。嗯。那先吃，先吃，要先吃，哎、欸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哎、欸，30公分，我发现左边拉不了，你要吃右边。你说这边吗？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真的。哦，我觉得起司味好像没有很重。也、欸、有可能是这次的起司是还没有把起司丢进锅子煮的，比较黄的那个起司啊。再吃另外一个，这个是稍微比较成功一点的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起司感觉又不一样，这起司比较软。让万华美食专家来。哦，你很会拉哎、欸，这次比较香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觉得起司口味的热狗好像比较没有味道。还蛮好吃的，我要再挑战一次。OK， 那今天的千丝起司的狗，我觉得算成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我们起司包的还不错，只是呢，可能起司用错了，对，所以没办法把丝拉得很长。哎，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去东海吃，也没办法把丝拉得很长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超上的热狗搭配起来是不错的、啊，1到10分给几分？我给8分。八分？对。哦，我应该有超越我之前吃的那一家，好不好？我就不说哪一家了。哎、欸，这样不行啊！我随便做都比你好吃，这样不对吧？好、啊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个喜欢；如果想吃鸡胸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其实这样会饱哎、欸。会啊，都粉啊，别吃了。